姚文聪接到媒体的消息，怎样明仔载被花毁掉啊？所以志兴，你要准备好，在必要的时阵，你都要牺牲我来保存叶家的名声。我预知到明仔载无记者会，是因为你今日就会死，看袂到明仔载日头。你若要办项代志，拢以王亚芳为主，迄嘛不要紧，你时间无人替你碰到，你就命王亚芳，要靠张家的王姨替你碰。咱进前是因为够鲁霸，我们这样在绑脚绑手，让王亚芳压力大。可把今摆已经放弃咱爷妹，身体徛在王亚芳那边，咱就无啥物通好顾。不免惊，我就唔相信，真正发生啥物代志。维志，你先走。我刚回到这维志，所来就话你出面啊，用王亚芳做领结的，你是不是拿爸提我代志？你都提。我免受惊啊，我指引给你啊。亚芳人呢？喂？喂，我要来找曹凤，是王亚芳家的人报案，说有厝边看到伊被人扫入去车内面，其中一个敢那就是曹凤。真正有这种代志啊？参照你这种人，最好听听消息，你全部人才会平安。你若是有在了救我，我就无爱顾亚文聪。而且应该合理，我拢会检。好。